你去过日本吗？你知道日本的公务员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吗？看看。아, 나님고맙는데요수수료마르마르되는데요와가를까올해가시면수불이된대요어세가수레기로가마에 小日本的公务员一点都没有大国风范，看到人民畏畏缩缩。你看看我们大清国的公务员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哎呦我的妈！急了，这家伙。扫黑除恶，弘扬正气，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看见没有？刚才那个城管挺着个大逼肚子在那边，难走不？这就是在合法、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你看看，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像小日本、小美国、小英国，这种欧美这种万恶的帝国主义，他们的为人民服务就不叫为人民服务，我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你们就偷着乐吧。这个，哇，太好听了！哼，哼，哼。